哎，巴雷 ，Let's get it， 兄弟们 ，OK 啊。经过我们这两天摆摊的经验啊，是说实话，我们没有在美食区，你知道吧？我们在那个鲜花区跟那个什么水果区，位置没搞对呢，就差点意思，差点意思，你知道吧？今天特意两点钟就来了，明说抢位置就是抢位置。你们那个啥，我看那个位置比较好，肉夹馍旁边，那啥，搞你头，直接那啥抢位置啊！今天来的比较早，靠你了，兄弟。拿下啊，拿下地方，一定要站稳了啊，仓库啊，一定要站稳了啊，现在你站稳了啊。人家都说摆摊有摆摊的规矩啊，江湖规矩、啊、什么规矩？我来了，我就是规矩，好不好？我说了算，走。就这个位置，兄弟们看到没有？这个位置，这个，自行车这里。肉夹馍旁边、啊。把这个车给他挪开，他要是敢说的话，我们。卖的那个挺特别的，我们卖的是玫瑰货，是的吗？嗯，是的，但是跟你们这个不搭边，不影响啊。而且我们那啥，是在牛店，你看两个年轻小伙是吧？给你拉生意啊，很勤快啊。啊，我说你很礼貌又很勤快啊。拐子很有，是那个甩个嘴巴，错了，你说的哈。好了，兄弟们，那个摊位也搭建的差不多了，今天就直接。跟这个姐姐摆在一堆了，怎么说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没有，大傻、啊，我在这里看了一会儿，姐姐已经卖了五六个了，五六个了，对，一个八块就是几大十了，五八四十，四五十，五十块了。虽然我们比较小众啊，但是我觉得总会遇到喜欢我们的，对吧？就跟你这一个脚一样，是不是？喜欢你的终究会喜欢你啊，讨厌你的就等他去讨厌，反正。我自己开心就行，我也不在乎。第一单啊，今天第一单终于卖出去了，开始开干。Later. OK， 兄弟们，今天已经收摊了。今天那个收入还不错哈，但是呢，每天要记账，写清楚，亲兄弟还要比算账，是不是吧？必须的，必须的，每天收入要写在这个小本子上面，写一清二楚。来看一下，先算收入吧。今天微信一共收入7比159.5，然后这个是支付宝的，4比收入59.71。今天买菜的啊，7块左右，加完上的。好了，兄弟们，今天一共收入219啊，非常 nice 啊，非常棒，一天比一天好，一天比一天强啊，今天终于突破10了。嗯，然后呢，我们两个约定是那个分钱嘛，就一个星期一结，现在的钱的话。都是打在他的那个收款码上，我的账号先交给你保管哈，我们一周之后再结算嘛，再结算，对，再分账嘛，分账，这都是我们努力挣的钱，对不对啊 ？OK， 今天是视频就到这儿吧，就到这儿，拜拜，明天继续关注。